主席，互阮罗市长，互阮个新竹里面安个李秘书长，安各局处个局长啊，大家早安，大家好啊！首先，大名哦，这要放者，你了看局长啊，7月15要退休啊，你了看你个局长，你了看你个无要紧，咱讲哦，局长哦，会当讲哦。辅导市长哦，会当讲管市啊，并这5点半哦，会当讲啊，拄啊咱市政府哦，各局处哦，拄啊警察局哦，咱个局长算重量级的啊，坐落较在哦，甲议员的关系哦，那非常的好啊。会当讲咱局长，会当讲啊，把咱伫咱台南县警察局长，会当我啊，你伫台南县那时候他18年哦。18年，还算台南县，还算伊第二个故乡啊！吼啊，对咱台南县的生态哦，非常的了解啊！会当讲啊，咱各界吼啊，甲咱百姓吼会当讲啊，非常的熟悉啊！但咱议员当然哦，那对伊真敬重啊！表示局长哦，你的领导能力哦，非常的好啊！会当讲，互咱台南市的治安哦，会当讲啊，非常的好啊！来辅助咱市长啊！当讲你今仔哦意气重大，今仔个警察节呢，哦，所以局长讲要代班，我讲唔通去啊！哦，你局长你要退休哦，你表现非常的好哦，所以当伫今仔警察节哦，当讲哦，本身啊对你非常的肯定啊，所以我、要等你要退休进程最后一次的登记会，要你。42年嘛，局长你这個、警察是多啊，加真多啊，42单嘛，非常的资深哦。所以呐，借这机会，因为咱今仔哦是传台南乡传播，和你讲一个龙特感言，我爱当讲你5单我来，和咱环警察局真侪团体对咱警察同仁，和咱警察局的支持，你嘛借这机会，甲大家感谢一下。我甲大家老朋友讲，你7月15要退休啊，来你阵是要等于大家进我爱看哦。哦，会当讲啊，看未来要安怎规划哦。拄啊，大家有拄啊经过，或是你就来台南市，哦，你相信你的朋友啊，非常的多啊。所以我阵哦，一直要请你哦，时间排袂到啊。所以哦，局长啊，无安哦，请你哦，讲一下哦，今仔警察节哦。嘛来勉励咱个警察同仁哦，因为你退休，甲因鼓励一下，甲因加油一下。来，这时间可以自由发挥啊，可以讲一下感言啊。感谢蒋议员哈，这个我其实还佫一个月时间哈，今仔日拄啊好，警察节哈，6月15，昨伫警察局才有迄个庆祝大会哈，感谢市长哈，咱议会咱。过代理议长啊，佮10几位的议员吼，到警察局这边吼，才讲讲勉励啦吼，代表所有的这个警察同仁吼，向咱吼市长啦，咱议会吼，各位议员小姐、先生、女士吼，大家表示感谢吼。我因为还佮一个月时间啦吼，所以在讲我一定做到7月15。我也未提早讲啊，什么请假啊，什么这个休困啊，啥嘞哈？一定从这个棒子交出去以后，该我休息的时候我才会休息。那么，本地今仔是中央这边家哈，警察节啦哈，第一迄个警政署这个完庆祝大会，我本身本来是要去受这个资深的迄个或者什么。什么公务人员啦，我咧有1等3、1等2级的迄个奖章啦吼，奖完好伊讲，我肯定要留落来遮吼。我这个对这个警察这个生涯表示吼，一寡看法啦咧啦吼。我总是，4到3年的这个公务人员生涯吼，其中，我有3年是伫国安局啦吼，警察工作实际上是40年啦吼，昨市长咧讲的是。我讲警察工作40年，其实是对啊。我甲算做迄个公务人员的生涯是4到3年啦吼。
其中有十八年外是伫咱大台南吼，较早诶台南县吼，啊个合并以后台南市。哦，那么这个尤其最近这五年啦吼，合并以来吼，咱当然伫治安这方面吼，伫市长的这个支持之下啦吼，包括咱啊警察人员的生活检疫啦吼，等等啦吼，未使食烟吼，啊科学办案。在顶顶吼，我拢遵照市长的这个指示啦吼，啊，所以，咱这当然吼，我唔敢讲只讲百分之一百啦，但是绝对伫百分之九十九是拢，九十几个以上是拢照这个市长的指示来咧做安尼啦吼，啊，所以，应该讲个讲这五年外吼。到目前为止，咱嘛无什么重大刑案无破坏吼，所有案件咱拢破吼。即个我科学办案吼，主要当然我那是爱认真啦吼。啊，过来就是讲咱的生活，如果你哋讲要请我，我唔是讲做什么排别出来时间，我实在是无爱。哦，我昨暗家己伫厝诶吼，食两块迄个烧饼尔。哦，我因为嘛无人请啦吼，我是安尼甲你讲，我唔是，我是不爱接受人迄款嘞啦，唔是讲做讲话什么时间排列出来咯啥，因为有一寡团体吼，当然比如讲敬友会啦吼，啊是讲拄好最近的像义工大队那聚餐那款嘞，迄唔是我要退休我嘛爱去，啊像这类的就转都，转尊者安就刷嘞啦，个人的我是我咧想我感觉无必要啦，这个以后我就是讲退休以后，我嘛是赶快来个转来吼，台南这边才能准活动啦吼。啊，有在人囡仔咧可以带来等等吼，人咧邀请我嘛会个倒转来。啊，所以迄阵人准如果有机会小拄着啦，啥啊拄啊食饭时间，你请我好，我请你也好，拢同款吼。啊，唔免特别讲留出来时间吼，即个讲啊，倒去食饭，我昨暝咧办公室看一寡资料啦吼，包括。今仔日接收的资料啦，吼，啊，下晡我阁有一个市政会有一个专案报告啦，吼，你要准备一寡即款嘞，吼，啊，两只小饼安尼食食，嘛是过一顿啊，啊，无今仔精神嘛足好嘞啊，哦，并袂讲一定得爱讲爱红车咯，啥红车食咧饭啊两三点钟久，我嘛无啥安尼啦，吼，啊，所以，民间啊一寡即好朋友吼，你邀请我拢原则上拢会当提，我拢尽量甲提掉。所以无你下暗来我请你嘛，是明仔暗来我请你嘛，吼。我唔是无时间，我是时间我若有啊，你要请我，我搁啊，我一个月一个伫咱这个关内内底的活动吼。所以这点感谢议员吼，这五年外来吼，对阮警察工会的支持啦吼。那么这个警察工会都这四十年落来了吼，这个我实在讲，我有做十六年外局长，我拢总有做过一个两个五个局长啦，我拢总加起来有十六年外的迄个警察局长迄个头衔。那么我还是觉得，就是说这个警察工作是一个良心的工作啦，是咱本身应该爱个做好安尼吼。你读册时就讲啊，警察是人民的保姆安尼吼。拢听，感觉啊是人民的保姆。我也一直对阮的同仁做这个这方面的要求啦。讲咱从读册时代就想一款啊，保姆要当一个好的保姆，不要当一个坏的保姆。我到最近我感觉讲吼，哎，鼓励讲警察吼是，哎，敢那像空气安尼啦吼，是人民非常需要的。没有空气就不行哈，没有警察的保护也不行，然后空气也无所不在。那也就是说，警察能够无所不在的保护我们人民，好，不是要监视人，迄无所不在是随时人民咱的市民有需要，警察就随时伫边啊，哦，随时会当保护咱的市民，会当做噶呢，哦，啊，这实讲千言万语啦吼，昨你刚出这个题目，我表示这个感想，我真的是个人来讲，就真正非常的感激，无台南。对外栽培，即个乡亲对外疼惜，我无其他人。哦，我也是，我一个真卡囡仔吼，厝里咧做田嘛，所以我一直咧想讲，因为以后我咱是，虽然唔是讲啊，什么几个家地，像我干咧几分地啊，尔啦吼，四五分地，即个祖先放落来吼，啊，等下本来咧租人嘛，想讲啊看，
即嘛较早是拢布条啊啦，吼，啊，即嘛因为较多数厝边隔壁拢大拢咧种蚵嘛，我所以伊讲议员咧关心我，我就想讲一直咧回想说儿时的那种生活啦，吼，啊，会当安尼，这个回归到那种田野的生活啦，吼，嘛无一定完全种蚵啦，反正种一挂花啦，啥有诶无都，反正就是退休了一些休闲活动啦，啊，伊家都就用这个议员另外时间。感謝我們所有台南的鄉親對我的疼惜，還有一個月我的日子更加做好了，再來當然我也感謝市長，還有我們市府這些同仁對我們建設工作的支持和疼惜，也讓我們很多經費，包括這個很多我們這些遠景的這個，包括像監視器啦，或者我們遠景的有時候這些工作上的這些必要的這些裝備啦，讓他們工作能夠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嘛，哈，有在相关的在配备，哈，拢不用匮乏，啊，免讲家己出钱去，搁去家己去买物件来，一款咯，咱即款即部分就是讲，互咱真济这个充分的这个资源，哈，咱市长也好啦，哈，啊，较早陈秘书长，哈，啊，咱所有这个市务在各局处在对阮的这个支持啦，哈。啊，我嘛要勉励我的警察同仁吼，我拄啊讲过讲，我们希望能够视民如亲吼，这是阮一个一直在要求同仁吼，将咱的市民咱当作咱的亲人，哦啊，以后最终的目标嘛，但讲，和咱的市民吼，将警察我当作也亲人吼，以后我甲咱的市民会当视警如亲啊咧吼，啊大家互相啊，拄啊快来讲，咱警察应该化身为空气了吼，无所不在来照顾我们的市民，然后让我们的市民也觉得就是说随时都有警察在保护，啊，这方面当然那种一个追求的目标了，啊，我要求咱的同仁继续来努力，啊，这个治安的部分，这种讲我觉得是无愧于我们市民，大概或者无愧于我的长官市长这样子，我大概可以这样讲，好，以上好简单，哈，唔知你有无指教一下？我想讲，我实在想我坐位好讲。好，谢谢。非常感谢俺局长啊！会当讲哦，会当讲啊，你局长以我拄啊，那拄啊入议会，拄啊五当哦，甲你相处哦，会当讲大市长、警察局长哦，英丽哦，我咧讲啊，稳如泰山呐、啊！会当讲局迄个市长，我进前那时候。你坐有啊？个呐，两当前哦，我就第二位就捌咧，哦，你来推荐。咱像咱个市长呐，王祖清要退休嘛，我讲叫市长哦，就爱甲咱局长斗三工啊。伊咱个局长哦，会当讲那陈开金呐，伫基层出身哦，一路会当讲，啊，会当讲啊，非常个顺利啊。啊，会当拄啊哦，咱做警察会当讲伫基层爬起哦。会当讲，啊，当讲啊，讲有这英雄坐伫咱的署长来退休啊，哦，这是做警察真大个光荣啊。会当讲啊，伊咱进咱伫咱警察界吼，咱局长是算资深的啊，哦，啊，当讲伫基层爬起啊，啊，当讲我嘛市长建议啊，当讲哦，市长应该哦心有余力不足啊，因为这样有当是讲政党政治啊。无想较好，即较好个人才哦，无哦坐署长哦，因咱局长本身哦对咱同仁哦，平常时啊真爱护啊，哦这是呐啊一个真好个长官啊，所以会当讲哦，我都甲局长讲可惜啊，你也要办一当退休哦，真啊，咱民进党执政哦，我相信市长一定来推荐啊。另外市长恁边啊，你像安尼当秘书长，啊安副市长咧优秀个人才，讲到中央。所以吼、哦，局长我人呐，替你非常的惋惜啊！我阿了死啊，稳命命呀！哎呀，会当讲啊，啊当讲一命啊！会当讲咱局长吼、哦，非常的用心啊！吼、哦，尤其吼、哦、咱这2206，吼、哦、咱这地动啊！会当其实咱的警察同仁哦，其实的付出哦，协助也非常的多啊！会当讲啊，咱消防局啊，救援当然各有所主啊！哦，咱警察局会当讲啊，那会当讲哦，维护交通啊，清查人口啊，哦，爱当讲啊，挂死亡的也是爱警察队陪验尸啊，
会当讲哦，咱维冠大学吼，迄阵咧新闻咧报讲，最后一个啊的亡者是朱伟啊，结果哦应该是市长应该无毋对，是咱局长非常的用心去清查咱边个店面，讲遐可能阁有一个游民拢住伫遐，所以上尾区的尸体应该是安找到，对不对啊？是的，你嘛爱回答一下。好啊，好，因为我先感谢咱嘉义县吼对警政的支持啦。啊，今仔日是警察节吼，我先代表所有的台南市市民，向咱本市所有的警察同仁，以及包括义警、义交、民防、消防相对等吼治安团队，祝福警察节快乐啊！那同时，我也感谢因的奉献。那其次呢？那感谢咱嘉义县的体贴吼，哦，警察节的同时，用你宝贵的质询时间，啊，予台南市政府警察局长吼，陈局长，一个伫警政工作奉献42冬，啊，伫台南市贡献18冬的警察局局长，有机会伫警察节，伫议事厅内底吼，发表伊的迄个感言，我感觉这个意义非常重大啦。那陈处经局长，那参像他对话，咱食在王议员以及咱所有议会同仁对伊的学路共款吼。伊伫关系合并了后，伊所带领的团队、警察同仁团队，大家非常共心，非常拍拼，全力投入。啊，不只是吼，这个治安满意度，每一季咱警政署所做的这个调查，拢排第一名，六都第一名。干那迄个。服务的满意度吼，另外一个服务的满意度吼，嘛常常拢破90%啊，90%以上，啊，表示讲伊所率领的团队不只是竞争的能力真好，而且服务的精神嘛得到市民深深的肯定。包括最近这个《远见》杂志哈，《远见》杂志调查咱台南市的竞争这个治安的工作，嘛评比了后全国第一名，啊，这拢是一个真好的局长哈，陈主经局长。率领同仁，大家全体打拼，结果，啊，我伫遮，有若公开代表市民，啊，陈主经局长说多谢，吼，那另外有若甲嘉义县说多谢，啊，但如果你讲的这个2206地动，这个是非常非常不容易，吼，其实咱迄天是安尼，就是讲咱经过啊7.5天的时间，住户内底拢完全拢救出来了后。咱的迄个范围内底已经挖2米深嘛，所以咧拢无看人啊，所以我有家因家属出来，包括这个亡者、这个小姐的阿兄、甲小妹拢出来现场。我讲，即摆我出来伫边啊看，我讲已经范围哦，大楼的范围已经挖2米深嘛，无看人呢。你到底有法度通确定？哦，恁这个小妹？事件地震发生的时候，是不是就在现场？小不离家讲，伊无爸，伊讲因家是住伫隔壁，参因老爸住做伙，因小妹确实是常常来遮顶仔卡困，但是伊无法度通确认，迄暗伊伫遐，啊，所以我甲讲，啊，若无安尼，你是毋是肯同意讲，啊，无你去报吼失踪人口，啊，我请警察局长。永康分局的分局长列专案来甲你调查，所以伊无异议，伊讲好，安尼好，伊要去报，所以那才宣布讲吼救灾行动完毕。所以我甲这个找人的工作交我警察局局长，那无几工尔，局长真有把握甲我讲，应该是伫遮无唔对，伫范围外一输啊，迄地动落来了后，可能跳啊吼都向外撸出去。就照局长讲的迄位啊，乌头不落米外深，人就找到啊，哦，人就找到啊，哦，所以讲，伊这若毋是讲吼，伊这个团队真专业，啊，有那真用心，真正是科学办案，无法度啦，吼，无法度讲遐尼啊紧的时间内底马上找到，而且位置就是伊讲的迄位哦，啊，伊讲的迄位吼，啊，所以我伫遮嘛澄清吼，会当找到最后一位失踪的这位林小姐。是警察局科学办案的结果，唔是去求神问佛，去找出来。我伫遮利用这个机会吼，啊，做一个说明，哦，啊，感谢咱嘉义议员对警政工作的支持，啊，多谢你。哦，对啊，啊，市长，这有当时哦，一个好的局长，你来你市长斗三工哦，
你市场诶，足侪无必要诶困扰啊。所以就是讲哦，安尼警察局也非常诶辛苦啊，消防局也非常诶辛苦啊。啊，毕竟灾难来，就是爱处理，哦啊处理哦上圆满啊。哦，什么代志咧处理？哦，你市长哦，你本身咧处理，哦，足侪讲好，足侪讲歹啊。哦啊，毕竟就是全力抢救，哦啊有法度诶，啊全力去人协助，哦啊。做做代志就是安尼啊，正反两面啊。所以也会当讲感谢咱班局长啊，今仔个警察前哦，会当讲哦，拄好去退休呐，大家啊拄好当咱市议会哦，甲咱全体市民同仁加油啊！哦啊，哦，这会当讲哦，那局长你那本身哦，那是啊，本身也对非常肯定啊。所以当面哦，啊，市议会哦，我真当面哦，市长啊。局长啊，两个分局长哦，主席啊，主席，我主席在睏，叫一波啊，是得安好走一场啊，这算留念，翕相就是留念哦，啊，秘书长落来，逐摆好走一场，哎，算留念一下啦，安尼啊，按局长啊，拄仔要甲按，甲按警察局长话，本地要一束花互你啊，啊，找哦，找阮咧，做囡仔机关拢无人买啊。啊，会当讲哦，你局长要退休啊，可能无啥要插你呢。我讲笑个啊，啊来合照一张安尼。在用议员的吼，请大家吼做位合照吼留影安尼吼。啊！你看这张偌潇洒呢，有看到哦。这哦，你看你议会对你的尊敬哦，三堂拢有啊。哦，啊，这代表你局长做了非常好啊。啊，会当讲代表也代表哦。啊，以前台南县人关切病啊，190万的市民哦，甲你感谢啦。哦啊，台南市哦啊，永远欢迎你。哦，应该你朋友真多啊！你行到倒，大家欢迎到倒啊！哦，啊，当讲啊，市长哦，当讲这五单元啊，算拄好你警察局你咧看啊，所以你警察局稳如泰山啊！哦，感谢安尼好啊！来啊，来啊！哎呦，中华市场即件你解说者，简单解说者，咧菜市啊哦，自我定调，拆较紧哦，啊，伫他大约啥物情形哦？啊，当时当迄落。我甲我议员报告吼，感谢议员对客家市场的这个关心啦吼。当然，迄个七号的问题就是讲吼，迄个进前咱的吼公诉的时阵的提出迄个诉讼，就是拆屋还地的诉讼啦吼。啊，这个诉讼案吼，到105年的1月21号。哦，经过哈一审、二审，到最后我们哦市政府哈咱市政府赢嘛哈，所以后来我们就要哈就是强制哈申请强制执行，哦，但是在申请强制执行过程当中的发展公哦，过去咱公所提出诉讼的部分哦，在通道上面
通道上面各一个建筑物迄个部分哦，诉讼标的没有把它放进去了，所以在执行上就发生一些困难啊，所以这个部分咱未来咱后来我们又有。都有追加哦，针对这个哦通道上面的这个建筑物在提出诉讼，啊，这个部分一审嘛，咱起诉赢吼，啊，当然迄个承租户他认为讲吼，迄个伊不服嘛，所以他有上诉在二审吼，那目前二审还在审理当中，那这个二审如果定案以后，我们会并同吼这个原来的契物跟这个。哦，这个通道上面的这个部分，哦，会一并来申请强制执行，哦，所以我也拜托律师哈，针对这个部分来加速来处理。那如果整个案子哦能够定案以后，我们会依照程序来执行哈。感谢议员的这个感谢。感谢局长啊，因为这个市场哦，虽讲也是要感谢市场啊，哦，会当讲阮这个市场会当正常来合法啦，那是困难重重啊，所以要开迄个七号，那是要。拜托市长哦，阿当讲哦，脚步较紧嘞，哦，这五栋话你看，哎，个一定起有赢。对吼，因为动车时的这个塑像，他都啊，彭局长甲你报告，都兼一个走道上面的建筑物嘛。哦，啊，因为咱这法律是关系合并了啊，我是继续过去咱提出来迄个法律案继续进行。无要紧，啊，即摆咱因阁提出告诉嘛。啊，即个一审嘛，市政府赢；二审吼，啊，原主辩论要伫个六月二八，要过来进行。二审六月二八要过来进行。啊，所以当所有的法律过一段路了后，台南市政府会依法来办理。感谢市长，这市长是学界门面哦。那拄啊，拄啊，拄啊，因我相信哦，这到尾也是爱持续胜诉，还是时间咧拖的问题啊。哦，啊，只讲一个门面哦。会当讲哦，较无美观哦，会当看拄啊伫你市场诶进来哦，看会当去啊改建完成诶未？无嘛增卡市内化哦安尼，好啊，第二件，市场你啊看迄管制下面，你啊看阮咧增卡哦，你啊看咱苏迪勒台风了哦，你啊看墙啊拢倒了，哦啊这网球场哦，这拢较破坑哦，哦这所以我伫遐讲者是讲哦。哦，拜托市长哦，会当讲关心一下。哦，因足侪咱有呾一个风灾哦，有呾只规整个台南市哦，足侪受损啦。我受损当然就是讲个第一反应，所以我今仔伫议会只哦，呾反映予你市长知影哦。哦，爱当讲看。是郑议员，我甲你说明一下吼，我有拍算吼，要伫台南咱大台南哦去盘点咱目前的体育设施啦。篮球场也好，网球场也好，棒球场也好，啊，尽量吼，啊，维护以外啦吼，看会当开辟新的未？啊，互咱台南市市民吼，伫上班了后，也是下课了后，有一个所在通好运动休闲，啊，互变成做一个活，这个活力的大台南。啊，所以这我会请相关的单位去处理。有啊，第三张吼，你看咱迄阵哦，咱1803年哦，拄啊。第三，1803年哦，拄好哦，咱教育局也有迄落算篮球场派去哦，啊，阵有去也收获好啊，哦啊，会当讲哦，因咱真热天嘛，哦啊，囡仔拍篮球多，哦啊，你热天当然你要叫中昼时啊，哦，中昼时啊，啊时啊下晡拍篮球是较不可能，是讲利用黄昏的时阵较凉的时间咧拍篮球啊，啊，所以哦，你想咱这。200多万去啊建设好啊！你暗时也无电话，煞囡仔咧休闲吼，煞问题哦。所以我即件哦，看然后市长知影，哎，决定这边好啊。谢谢谢议员的这个指导哈。我家小报告者哈，就是他住迄个网球场的部分哈。阮今年呢，迄、那个。体育处呢已经有甲迄个编75万的经费吼，要予区公所来做这改善啦吼。啊，这篮球场这部分呢，我嘛会甲区公所，因为即马这两个场所拢是迄个下加区公所来管理的吼。啊，我嘛会甲了解讲，是安怎迄个电话已经设好啊吼，啊，但是并无来使用吼。啊，如果讲区公所也有需要嘛，是当年拢会使提计划来这個体育处这边吼。啊，阮会经过审查了呢来做补助吼。那个都是下一晚的指导，谢谢。对哦，这有当时啊，挂公路设施哦，有当咱青少年那个活动做哦，有当时啊，哦，正常天气啊炎热啊，哦，你去要
三四点拍嘛无可能，哦，伊有法度拍是利用到五六点，哦，拍到暗时啊。所以哦，这未来哦，尤其咱哦，哦，咱台南市各设施哦，那灯光啊，都暗时啊，较好个场所拢整理好啊，就是爱会当去使用啊。哦，这麻烦哦，市长啊，教育局长哦，恁哦，对阮个增加所在哦，我公共设施着较关心一下啊。所以你，市长啊，这花窗桥啊，哦啊这。这是咱板桥新的桥，但讲哦，关市啊，平湖足多哦，暗时啊夜景啊，所以哦，我是讲啊，你建议哦，会当讲我未来台南市哦，尤其咧拱桥哦，你是毋讲伫遐装一个啊，人嘛爱装较水啊，啊有哪足多啊，较建桥稳哦，你像咱花庄桥哦，这有哪啊哦对照下哦，你看哦板桥这边的翕来夜景啊，甲咱遮，所以会当讲哦。哦，咱这应该是观光局嘛，哦，这应该属于观光局嘛，哦，你这有哪得要用心一下啦，哦，你有哪哦，这局长嘛得要用心的，尤其有哪市长无用哦，啊有哪哦，对咱整个大台南市暗时啊，就是讲，哦，局长你就是讲爱有一个构想嘛，是不是啊？足多会当去装饰，哦，当去涂啊咱台南市暗时啊水。我们有要发展夜间的观光是没有错，非常谢谢议员的支持。那桥的这一部分，我想营造一个适合台南的夜间光环境，可能才是我们的目标。所以可能每公就差一些的，但是诶，就水耶。有啦，得要整一个啊！你像咱将军溪，你啊看投资处市长，你啊像落来治水经费做啊最近，你啊看咱的将军将军溪两边边啊，哦，拢是脚踏车步道。哦啊，这有哪是休闲的综合场所，是暗时啊，你要装饰一下哦。哦，我是可以做参考一下哦。有哪做些局长哦，有哪只哦，就是讲有哪只哦，爱有啥物较远见啊，啊，做做暗时啊，要塑造讲暗时啊夜景上水，就是遐科技的地位啊。有哦，所以我是讲，大家甲你提醒一下哦，安、啊、那市长，我是讲咱大管区既然合并哦，哦，不管是咱。台南市，也是咱较偏远的地区，哦，当然你也塑造一下目标，哦，人会讲，哦，这城市会进步，哦，虽然讲增卡嘛，爱有增卡的夜景啊，哦，所以拜托个市长未来哦，对咱大台南市哦，暗时啊，足侪人去造成的，哦，挂桥梁啊，哦，你啊，来用心一下安尼，哦，安尼好啊，这要那非常好啊，我头拄仔讲的哦。哦，咱脚踏车步道啊，会当讲哦，关市合并哦，尤其咱真个发展拢伫山边去啊，啊未来哦，阮海边啊哦，是会当去带动哦，休闲观光啊，居家的好环境，所以会当讲哦，会当讲咱大湾段，阮第一期是伫中溪嘛，按第二期就是讲伫大湾延伸到171嘛，哦，脚踏车步道嘛。用利用咱的范围铁路，哦，做脚踏车步道，应该第三期，局长第三期的经费应该落来啊。自行车今年我们在跟交通观光局申请，应该是我记得是没有追。第三期。咱第三期、第二期的，就是明年的嘛，明年的第三期。经费也不是，那时候你讲有1000万。我查一下甲议员报告，因为我是你的资讯无对，我主要是这条第三期。今年还是明年？今年啊。哦，今年的这第二期。第三期啊，要是第三期。哎呀、啊。有我们这个部分一直都在建立，一直把它连起来，所以只要跟中央申请的经费都是应该第三期的经费应该是咱交通部已经有准啊。交通部观光局的经费，对他每年是都有一笔经费、啊，我们都会申请来做这里。应该是我的主要是应该是。这我刚刚已完报告好不好？因为我无确定这是第二期还是第三期。无啦，第一期是我头拄仔在讲，第一期已经完成了。是咱迄个将军溪的环境道路。是。哦啊，第二期你咱进第二期的算大湾这边，哦，伊个拢铁路的算铁路，哦啊，就算讲啊，你个台糖啊这边。好。哦啊，你进第三期，我来讲。咱这第三期的经费，咱就落来1000万哦。应该是明年的第三期了。伊做到第十九线啊。好。哦啊，所以我是咧建议哦，因咱哦，既然有做啊哦，哦，咱174哦，遐许
绿荫大道非常的水啊，要沿下路呀，我边啊嘛是讲挂铁咯，我嘛拜托市长哦，看会当哦延伸过来咱一起住呀呗，哦整个咱的脚踏车哦会当讲较休闲的，哦这啊你啊查看卖啊，哦你查看卖，我应该是一千万应该是落来，应该是我主要唔对啊，是你。不用心吗？没有没有没有，他全部都 有连在一起啦。我现在只是刚刚只是跟议员回复，今年还是第二期，应该明年第三期还没有开始啦。但是明年的钱已经下来了，中央的钱。啊，你注意看卖下啊！所以我是要建议哦，这有大家哦，足多哦，就是讲阮庄口哦，会当讲哦，较休闲观光啊。我所有的管区那边哦，那咱的差距较大哦，所以有大家足多哦，那足多要施政哦，困难度较悬啊。哦，所以说这拜托市长这样哦。会当讲啊，关心者，哎，你看做个拢非常的水啊，真有哪哦，暗时啊哦，所以哦，有啊做水哦，我头拄来反映哦，有哪咱做水哦，有哪暗时啊，增加所在灯光少啊，哦，这规条哦，拢无灯光哦，所以会当讲哦，观光局这边哦，我灯光加强者无，这运动啊多哦，哦，你唔知暗时啊看啊，增加所在无灯光哦。规个乌马嘛，你看，啥物人敢去运动啊？哦啊，既然你就投资啊多啊，做了非常的水，哦啊，是毋是讲啊，灯光阁加强一下，哦啊，搁运动器材有所在会当加强一下，哦，我、啊、是讲哦，局长你建议一下哦，有闲就爱有闲就哪有闲哦，有啦，哦、我啊局长你话讲啊，局长你其实哦，恁足侪局长哦，啊。哦，甲即位第二次卡入来呢，都是局长拢无到议员遮吼，无哪我局长来的时阵无嘛，到地方的议员遮，听我地方的议员吼、哦、对恁的建议啊啥，你看较谈判啊，哦，真足侪局长新的几个啊，真讲到遐，即位咱新上任的局长几个啊，真的啊，无啦，恁这官哪来啊？是讲。是讲啊，局长，就即位第二，去年开始接任的，你那有教育局长嘛，观光局长嘛，社会局长嘛，啊咱啊，五个六个六七个，有哪时啊用哦？足侪就是讲哦，台湾关系啊大啊，哦，坐落去啊，有哪局长有哪只？家己拜会。拜者，我拄啊讲到这，我讲者。哦，有当时足侪就是讲，你既然做着局长啊，有当时足侪上任了，会当去到阮各地，哦，听咱各议员，哦，还是哎里长，还是区长，哦，对咱哦各局有啥物建议，哦，啊恁开思考可行无？啊，当我着议员，啊，阮个议员呢，毋是讲去大家面抢做歹，我虽然是面抢做歹，啊，毋过我做代志，哦，有哪足侪，哦，我嘛是讲。我做议员做五单位，你看，恁各局的局长哪啥代志？哦，我只要我都会协调的，我无爱谈议会讲。我安说对啊，我都协调的。哦，有哪谈议会讲？哦，讲迄，哦，讲嘛无一定好啊。我都说对啊，处理的，无一定啥物代志拢爱提议会。所以恁咧话哦，局长哦，真多哦，拢啊无够议员啊。市长啊，你有当时哦，咱啊局长讲者，有时间。做一个局长，哦，各区行行的，哦，啊，听寡议员，哦，对咱未来地方，哦，有啥物需求，哦，啊，无嘛泡一个茶，大家熟悉一下，哦，安尼哦，啊，这条哦，这条那关心真久啊，哦，因咱那只那搞饮水哦，哦，这条那我搞转啦，问过了解啊哦，啊，所以哦，这其中应该。这条俺好议员嘛，正关心咧北门文新后面迄条啊，伊个较低啊。比如说，你要开讲啊，必须要讲者。伊这个这条就是往迄个南昆新伫我吉水溪边哈，一条迄个商业道路，但是嘛是兼做防汛道路啦。过去因为这个堤防的线哈，伫个这个山坪，所以伊变作是伫河道内底。啊，所以它垫高等等都违反水利法，啊，常常淹水。啊，最近，市府已经协调迄个水利署改变那个河川的这个位置哈、啊。
所以水利署伊伫今年会公告即个提线，啊，伊个伊若承诺，伊内底要迄、那个道路个范围要征收，啊，伊要重新起即个堤防，啊，咱配合即个堤防诶，他会把堤防移到现在路靠近这个河侧这里啊。那这样堤防做好的时候，我们会配合把路一起做垫高，啊，相关的用地费水利署来支应。那工程费的部分就是堤防的钱由水利署出，那道路重铺的部分市府这边来支应，安尼就袂对在改善过去呢，就最可以顶这个路的转中断的这个问题。好啦，我局长真优秀啊！好啦，啊，这个吼，那是咱提醒一下吼，你足多哦，经费上的问题啊，争取的问题啊，所以这本身我也当体谅啊，所以再次我来建议安尼，哎，那个这条南53哦。这已经哦，我已经以第三、第五、第六、第七、第八总质询哦，落去甲市长报告。哦，伊拄啊，咱84线哦，拄啊做好诶时阵哦，这条53哦，就是伊早前咧征收土地时，拄啊强跨拄啊咱诶出口哦较矮啊，所以啊常常车祸哦。所以我咱讲话哦，这是算讲较硬实诶，伊啊常常爱发生车祸。啊，伊拄啊这条厝拄啊。第19线啊，所以若建议我也改哦，我嘛麻烦市长哦，哦是毋是即阵无改做？哦，爱当讲哦，互伊咱阵交通，就是只早前遐84线还袂通的时阵，交通量较少啊。哦，啊你阵因咱84线通的时阵哦，遐拄啊会当往山寮、草南，哦会当走伫码头去，哦会赢去，所以交通量较大哦。所以即件哦，我嘛拜托。市长会当讲哦，关心者无车常常发生啊，吼、哦，遮较矮啊，哦，即件啊，咱公务局长刚接的哦，可能即件较无了解哦。即件因为我们有即个土地问题啦，吼，所以咱若征收土地标啊，工程费用差不多要3000万啦，吼，啊，所以即我们那得要评估，应该2800。还有2800左右。哦，爱才2800，啊，就哦想一下办法，因这毕竟哦，哦真就是讲84线通啊，哦，啊拄啊遐临近84线哦，哦所以哦，麻烦市长啊局长这边了要关心一下，我该拄啊两单话，哦哦这较麻烦一下好啊，局长啊。所以哦，我今仔日看我今仔哦，你看我市长我今仔，阮地方你看我治水是安怎无问。因为我感觉你治水哦做了非常的好啊！哦，那会当讲哦，咱伫市场进了做秘书长啊，会当讲啊，你施政的目标哦，啊，阮客家哦，北门这边是啊，易淹水地区啊，哦，你五单话的哦，改善了非常的多啊，所以会当讲哦，这个治水哦，我知影嘛，市长你一直哦，你施政的目标啊，所以未来这两单话哦，加强哦，进入。该做去完成啊！当然，重点做啊！你讲要大细条做，当然是也无可能啊！所以咱哦，啊，本席第二回哦，那对你非常的支持啊！哦，事实，阮遐庄下所在，哦啊，会当讲，哦，伫你五单话，地主也做了袂歹。我、啊、当然你做了袂歹，我在第二回一定爱甲你支持啊！哦，所以第二回有哪出错，哦，我咧讲的。大家恁建议的，恁去做。哦，啊，有哪足侪就讲，较久恁无做，毕竟我嘛要互阮的地方的百姓讲，讲啊，我着伫，哦，嘛要反映市政府。啊，足侪有呢，伊足侪咱的资源啊，宽，有哪经费上无法度啊充足啊。哦，当然，咱的施政的空间，就是倒位较重要，先做倒位。哦，所以阮庄下所在哦，所以那是按。麻烦市长哦，剩两单元尔啦。好啊，治水继续好啊做。所以，阮阵学界部拢哦，是拢完成了真好啊。我阿妈感谢哦，市长啊，安尼李秘书长啊，会当咱阵化妆个即个永久抽水站，一个2000几万人开始动工啊嘛。我、啊、当然，只若只要做好，我相信学界家民。哦，真得你遐规个主题区，哦，应该要饮水的机会较少啊。所以，哦啊，草南这边，哦，还佫有一扎，差不多1800几万，哦，我嘛有按
秘书长讲，会当讲整个早前阮客家只要落雨啊，草也嘛是洪水必淹呐。我爱当迄阵啊，阮啊本身阮新义湾，阮啊食三星新义湾，就是一直争取，所以咱草也咪多，就是一直掌管掌管。我爱当经过遮久的努力，我应该相信草也应该地水是处理到九成外，那么讲百分之百，当然处理到九成外，所以呐，会当讲当然各区的议员哦，各有所需啊。当然我在地，就是阮地方的地水，做了好，地方要发展，也是南边就来起厝。人咪讲啊，早前遐淹水，你像下家整个，个较低层下陷区非常的严重啊。所以我听到客家，做做你治水，做做你无处理好，你看靠人要来。所以会当讲话，这五当话会当讲客家，饮水的问题啊，改善非常的多啊。相信我相信哦，客家要饮水哦，应该是机会出少的。这有当只哦，有咧改善，就是时间来上看得到。所以你进始终你进治水的方针就是。迄、那个西客家吼，咱头江啊，连接板门遐，这话有通地层较低吼，有哪哪只要涨潮的时阵，高坑遐只要涨潮水就满过来，这当然足侪经费吼，也是爱拜托你啊。感谢嘉义县的支持啦吼，有哪感谢你对阮支付吼伫治水方面努力的努力啊。其实咱曾经讨论过客家工业区啊。伊迄个时阵要求我治水嘛，要求我开辟道路。前无偌久，我去客家工业区看，你看过去看一平偌济，即摆一平土地偌济，即摆已经陆续已经有工厂进驻啊嘛。即就是一个真实际上治水的效果都产生、都发生出来啊。你看84号道路嘛通啊嘛，交通通，治水的问题解决。客家的未来发展吼，会愈来愈好。感谢咱嘉义县的支持。对啊，所以我嘛，所以有那只所以当然当然阮地方的需求市场你嘛真真热啊。所以有那我伫议会咧讲，相信我果当我做做就是讲会当甲各局处会当协调沟通，尽量协调沟通啊。有问题，大家共同来探讨。咱讲既然关系合并，你我讲的条件较歹，嘛是爱去克服啊。今仔今仔非常感谢市长啊，会当讲未来嘛是讲议会甲副会会当讲大家较和谐啊。毕竟未来也是重点也是咱台南市民190万会出多有哪样。建设啊，地方的发展，你户外无好啊，本身有当只有当只阻碍较大，当然，一个行政首长你个施政，足多个人的看法无同啊，当然，你个施政当然你有你个看法啦，监督，当然就是讲，当然监督这边地方的百姓的需求，所以有当只有当只会当讲啊，始终你嘛是要建设努力不管两党外好起好强当然你要行路你也家己知影。所以下当讲这两党外大台湾市下当阁继续努力啊！今仔非常感谢各局处啊！下当讲也再次感谢咱局长要替我一路顺风啊！我着头拄好你的心声，我经话你讲过啊！我是讲你的心声，你歹势讲我来讲。这种未来有时间大家会当讲来台南市坐坐感谢大家啊。非常的感谢我们谢财旺议员的质询那么我们的时间休息到10:30再继续市政总质询。